2023年出演红白歌唱大赛，将在年末与粉丝共度跨年时刻。TWICE 全员抵达机场前往日本，子瑜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，田孝挥手毛毛外套引发高度询问，多贤红围巾全副武装包紧紧，小挎包设计精致成为时尚亮点。那连带着褐色渔夫帽和保暖的驼色大衣十分娇俏。Mina 以柔和米色系鸭舌帽搭配休闲感厚棉风衣，舒适又轻便。彩英金发耀眼，多层次穿搭更显朝气。智孝戴上毛帽和耳罩式耳机，帅性又充满 Y2K 情怀。桑拿一身黑搭配品牌墨镜皮革包，定妍身穿经典棒球外套，像是大学生。某某设计款墨镜搭配剪裁西装小外套，混搭练舞棉服，时尚又不落俗套。九人精神饱满的出发，令粉丝也相当期待。